来，请坐。你要夹还是要撑？我随便。啊？怎么这么快乐？我觉得这不用比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夹不住，我大腿里边伤了，好久没好了。就是我夹着他给我撑开了，是吧？就你输，你如果能让他不撑开，就他输。嗯。我觉得大概是秒好了吗？三，你轻点，你轻点。二，别撑了。一，开始。开始了啊。哟，这时候撑开了。使劲，仔细使劲。你别用脚。一。要撑开多大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开了啊，这就算赢了、啊。一点点就算了。分开就算。开了半天了。来，三二一，听口令，请摸对方的头。摸对方的头。好，三二一，请收回。三二一，请蹲下。这能蹲下？三二一，请捡气球。好，仅余记一分啊。顶出去了，这不是，我还在想要不要让他蹲下来呢。啊，我在想要不要。再来吧。好，请摸一下自己的左脚。好，请摸一下自己的右脚。好，请摸一下自己的双脚，请捡气球。我知道我输在哪了，我每次都一个手去抓，这是两个。开始了，我们左手摸右耳。左手摸右耳。抬起左腿，然后抢气球。站在火灾区前面，去拿水。这么远？对，一个人拿呀。但是都有人在后面帮您的。OK， 子琪啊，你决定把我控制住了吗？子琪，你把我手撒开。把手撒开，我撒了，不是，把腿撒开。是不是不对吧？这近太多了，我感觉。啊，是这个距离吗？应该往回来一点。麦，小心麦掉了。那这个位置往回挪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后边是腿累胳膊。哎，那三瓶不是往前放吗？往下放，往下放，走，往下放。一二三，往下放。这游戏是谁想出来的？太绝了！不是，够了，乔，我这是能保持重心。走走，等等。走走。哦，手触地就不行是吧？对，五圈啊，走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四圈，五圈，出发！哎，哇！刚刚是同时弹了两个吗？那也是挑战成功了啊！是他们之前在访谈里面讲到过，说在剧组爱玩这个吹瓶盖的游戏。是吹还是弹？吹。哎，你们还在二次发力的呢？对呀、啊，还空中还跳一步的。好，这儿的啊。嗯，哎呦！再来一次吧。再大概到这儿，你看着。他这把不敢吹了。那行，那你们一起夹子音吧。夹子音怎么夹？你们怎么算夹？就是这个就算夹子音是吧？就假装声音很细的女生说话，说和平路，指挥中心呼叫。好。和平路，指挥中心呼叫。哎，好。和平路，指挥中心呼叫。哎，这个夹得很温柔啊。和平路，指挥中心呼叫。你这个很东南亚呀、啊！那这个惩罚我们就算是过了。